没事，睡迷糊了。还好吗？二位睡得如何呀？看谭少帅精神焕发的样子，想必是得到满意的结果了吧？当然满意。我一个山沟子里出来的马匪，莫名其妙的成了世家门生，我有什么可不满意的呀？谭少帅，哦不，现在应该称谭司令了，到底有些意难平。要说不满意的吧，还是有的。这令尊啊，实在太磨叽了，今天早上才发通牒，我这一晚上都没有怎么睡好啊，哪儿比得上少帅您呢？这温香软玉，一夜春宵啊！你胡说什么？谭司令，你我以后还要在司令部共事，彼此还是放尊重一点吧。尊重，当然尊重。但是，这好吃好喝，还有美人入怀，我羡慕得不得了。我昨日在门口休息，并未和婉清共处一室，不信你可以向你的士兵求证。哦，徐少帅人在门口，心里痒痒吧。谭玄灵，好好好，我不说了。徐少帅啊，开不起玩笑，那咱们走吧，我亲自送你们出去，给足你们面子。笑话，要你给我们什么面子？哎，面子嘛，谁会嫌多呀？徐督军，感谢徐督军对我的信任与支持，我一定恪守军人天职，履行保境安民的职责，守护上海一方平安。穆公，让您破费了，谭某感激不尽。只要我在上海一天，您就可以高枕无忧。谢谢。记住啊，我们的约法三章，我等着看你的行动。好，你们两家儿女亲家团圆难得，我就不多打扰了。不过徐少帅，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让你捷足先登了，好福气。哎，什么叫捷足先登？司令，你的箱子。婉清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婉婷小姐，不要太过分了。是谁太过分了？明明和你定亲的人应该是我。婉清，你说你为什么要和我抢光耀哥哥？傅帅，我们就先进去了。走，请。